毕胜跟薛瑞元等一干人等夜奔陈时中总部，然后被立委质询的时候，跟他讲了一个我今年以来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他说有些人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情啊，哇靠，妈一个养了小三而且还生了小孩的一个男人跟我讲真情，干你是不是叫狗教我弹钢琴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这个我先讲，斌哥怎么看必胜这种政客体质，感觉他已经可以下一任就他来选台北市长。老实讲，我觉得王必胜之前我以为他是一个专业官僚，嗯，我那时候对他印象没有什么很恶劣，嗯，但是自从他被抓到小三，然后现在又当防疫指挥官之后，他讲的话真的荒腔走板到一个极度离谱，嗯，真情，对啊，你跟人家讲什么真情？那请问一下，你的真情是对你的小三还是对你的老婆？哎呦，这样一讲伤人呐，啊，我连我都不知道。其实我跟你讲。他的真情，他确实有真情，他的真情对他自己啊，他最喜欢是他自己啊。哎呦，对啊，因为他要让自己爽啊，只要对他自己爽，就是他的真情啊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那他现在的真情是什么？因为去捧陈时中会对他未来的官运爽啊，所以他就要捧陈时中啊。欸，可是陈时中如果选输了，还有什么官运可言啊？大家不跳船啊？我跟你讲，陈时中选输了，他对蔡英文来讲，这个人是力挺我的人。嗯，所以他未来两年还是有机会的，啊，那陈时中肯定下去休息，他就有机会上了，啊，你不要忘记接下来，因为假设这次民进党在年底大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苏奎可能会被换掉，苏奎被换掉之后内阁是不是要改组？要改组，那搞不好他就有机会当卫福部长。哟，那意思说，啊，那薛瑞元为什么要跟他手牵手一起夜奔总部呢？这个两个人不是敌对竞争关系吗？但是你想想看，薛瑞元是很不爽王必胜，再来讲，这个防疫指挥官应该是薛瑞元要接的，结果居然给王必胜接，他薛瑞元心里当然不爽，可是你想想看，连王必胜都要去了，所以薛瑞元如果不去，那你觉得他不是第一个要被换掉那一个表忠是不是？啊，以前老共这个忠字武很重要，要跳啊，而且据说昨天晚上去的不止那个薛瑞元王必胜，还有那个庄仁祥去了，嗯，然后连那个石崇良也去了，对，一缸子一票全部都去了。我有看到庄仁祥讲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要去？您都唔办啊，因为百日没有见面了。我想妈是要去灵堂上香，是不是？百日之后我们可以再跟他见面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耀州点醒我一个东西啊，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上一次？不是那个王必胜本来说要那个清官一号要开始不再供应吗？哦，对，中医。然后结果突然之间陈时中打个电话，不就说整个政策大翻转？对，那一次是那个陈时中离职49天。哎呦，是怎么样？这些人都是以丧事的这个行程来记载自己的状况。哎，人家日期安排得很好，第一次是49天77嘛，然后第二次是百日嘛，下一次就是对年了。干，那对年对请。这个，但是那个孔子有说，父母在不远游，父母死了，等一下后面孔子怎么说我忘记了，好像要服丧3年啊，守孝3年啊。哎，那怎么办？必胜就是要禁止行房3年吗？这个必胜忍得住吗？你觉得必胜看起来像是很孝顺的？以他旺盛的性能力来讲，我觉得必胜可能没有办法忍得住。而且刚刚网友提醒我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一天被联合报拍到的时候。下午说废话的5名汉子，武汉肺炎全去啊，全集合完毕啊！嗨呀，那他们一定要讲的是更废的话喽。听说他们那天啊，他们自己说了，他们聊天的内容是罗毅君歌唱的比较好。妈屁！鬼才会相信。干！哎，请问一下大家，我自己跑选举跑了20-30年，选举在最后阶段最后一个月了。哪一个候选人会闲到这种程度？晚上的黄金时段有3个小时的空档，跟以前的部署聊天，我才不信，妈鬼才相信呢，欸！我跟你讲，很简单，这些人去有2个目的，嗯，一个是串供，对，就是把最近因为最近他们疫苗高端，他们讲话都不拢嘛，薛仁讲薛仁的，王必胜讲王必胜，陈时中讲陈时中，这三个要统合在一起，对外统一发言，嗯，包括庄仁祥对外都要讲一样的话，大家要先串供。第二个是干什么的？恶补，恶补什么？10天以后要辩论会啊！对啊，那怎么轮到那5个人帮他恶补嘞？干就是肺炎呐，啊！就我跟你讲，肺炎有肺炎的好处，因为就算是那5个，还比陈时中懂啊，因为陈时中对防疫完全不懂啊。
你要知道，因为他辩论会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被攻击啊。那当然，一定打他的啊。那陈时中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有个特色？遇到防疫的问题的时候，他要么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们去问卫福部，我不知道；要不然就是每天回答的方式都不一样。嗯。每天回答内容，他自己兜不起来，他大概有短时间记忆力丧失症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给他，他们去帮他恶补补习啊，赶快加强他这方面的知识，然后让他至少他自己前后要一致。不是就这一块，哎、陈时中简直千疮百孔、欸、在关水门方面简直是法海在世，要水淹全台北。那然后在什么内湖那个道路改善方面，简直是钻地神龙。他要在那边沿着那个基隆河挖一个洞，挖7年，然后从另外一边出来。他那么多洞，哎，我是他幕僚，我妈吓都吓死了。因为光要恶补的东西太多，剩不到7天，就下礼拜六就要瘪康了。因为大家一定联合打他，是啊，舅妈，你找这5个没用的家伙跑去跟他一起吃喝聊天，那这个就这个重点不太对吧？所以，我跟你讲，现在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啊。嗯、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东西，我认为陈时中今后讲话回应对记者回应会比较少。嗯，哦，不讲不接受了是吧？因为他最近只要一讲话就失分嘛。这私奔的太厉害了嘛？不，那他因为他本质是个草包啊。是啊，是啊。那你是草包的人，然后一讲话就私奔。我是民进党，我也会叫他说，你现在就是尽量能够不回答就不要回答。嗯，不要我叫他学林佳龙。对，就确诊。对啊，直接确诊也不错啊。嗯，但是我说真的啊，基本上神仙难救无命人啊。嗯，他看起来是没有救了。我觉得民进党已经认为台北市不会赢，所以他们现在要的是我至少不要低于30%的选票。30%哦，可是我们尽量让大家说出来自己投陈时中是件很丢人的事情。我们正在营造这个气氛、啊，那因为也不需要我们营造，陈时中跟我们里应外合啊，对不对？他在自己造势的说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但我知道我车在外面绝对不能淹呐、啊。那这个听起来是很爽，但是就是一个低智的表现，就是你说不关这个水门，妈那。全台北市淹完是你要赔是不是？